对，主要就是因为他帅，要不然我就不穿这套了。然后大圣棍是也还不错，挺好用的。又来一个送死的。百年了，我重建了观音禅院，规模比之前的更大。那些葬身火海的僧众，我也觉得伤害没有太大提升，化为孤魂野鬼，但是防御增加了，在这黑风山间游荡，是我亲手将他们超度。我甚至把那些经书残卷一一复原，但我知道总有一天，你还是会找上门来。我乃观音座下守山大神。休得放肆！你的铜头铁脑呢？
是，有种跟我来山顶会会！嚣什么嚣啊！真的是，来就来，谁怕谁？他这巨型散气之术看着花里胡哨，实则不难掌握。这黑风怪学艺不精，去了趟南海也不见长进。他刚才的几番变化遗留了不少元气在此，正好小老儿收些来用。巨型散气无痕无迹，里面门道大得很，自己慢慢领悟吧。八周目棍子充值668就送。老大，前方山路凶险，紧要时莫忘了刚学的法术。带避火罩的吧，没什么用。那家伙曾经对我说：“眼不见心不乱，寻常修为，入一切相，破一切相，方得自在。”可是他自己看到那些东西后，不也疯了吗？Ha ha ha ha!